你本是翻牌界修行千年的沉沙玄晶，却因违反天条被贬成一株紫花苜蓿，常常和三五级五行石混在一起。嗯，算婚姻爱情事业和事业线，测生辰八字凶吉和面相，兼职抓宠物抓小三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算婚姻爱情事业和事业线。你好，我想寻找做出无双美味的秘诀，你能帮助我吗？哎，我看你面善，你我有缘，今天我就破例一次。你可听说过功夫面馆吗？找到那个地方方可达成目标。那要如何找到呢？这个需要一位有钱有缘人。我曾走过渺小的蒲公英，心神淡然不知的随着风飘零。如果那天的你路过时未能在春日留下惊鸿一笔，或许鲜花根本不会染指绚烂黎明。幻境在移动踏进去，花墨场地可听到我自言自语。年华在懵懂中治愈默契相敌，那时候眉目依稀，而痛不叫因生活千委屈呢不大方便。走了这么远都没有找到，是不是世界上根本没有有缘人呢？小宝，小宝，我收你为徒，教你剑术，是要教导你用手中之剑保护所爱之人。你保护他，师父保护你就是了。曾经有一份真正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，我爱你。有比风月更壮丽，你说不明则已，这足迹这传奇，冥冥中时光机。排骨麻香引魂销，浮生一梦会算摇，竹铺绿笋红烧宴，几碗功夫论英豪。盒子打开前谁也不会知晓里面藏了什么。侠士，你我有缘，你可听说过功夫面馆吗？找到那个地方方可达成目标。算婚姻爱情事业和事业线，测生辰八字凶吉和面相，兼职抓宠物抓小三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要我指你又在这儿欺骗妇女儿童，这叫心诚则灵。